好莱坞影后珍妮佛·劳伦斯又有新作品，她在电影《瞒天杀机》诠释由爱生恨的恐怖情人，为了报复丈夫不忠，展开连串夺命计划。You have a son. You lie. 这是她和男星布莱德利·库珀第三度合作，两人相差15岁，但默契绝佳，成为影迷心目中的模范荧幕情侣。Don't forget about everything but each other.We're under attack from a super villain, people! Come on,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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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! I am not fast. Yeah, no kidding! 迎接元旦假期，迪士尼推出动画巨作，改编漫威漫画的《大英雄天团》。We gotta catch him. 主角阿广和哥哥发明的机器人杯面成为好友，合力打击邪恶，拯救世界。灵魂人物杯面，圆滚滚的身材和天然呆的模样，征服不少大小朋友。电影《大眼睛》改编真人真事，女星艾美亚当斯饰演50年代的知名画家玛格丽特基恩，以绘画大眼睛人物闻名。Why are you lying？ 她的作品红遍美国，却遭到丈夫无情剽窃。随着两人感情失和，她决定对簿公堂，夺回属于自己的画作和名声。我得让这些回忆。保持他的清醒。华人影后郑佩佩最近和英国同志影星班维肖合拍电影《轻轻摇晃》，片中她饰演遭逢丧子之痛的母亲，和儿子的同志伴侣打破语言障碍，从对立到走出伤痛，真挚情感赚人热泪。被誉为继李安的《喜宴》后，又一部跨越性别和文化的动人作品。中央社综合报道。